我哋而家咧就係、去到后海站嘅海岸城啦。之前其实我自己都听过呢个地方嘅，咁咧就话系室内最大嘅商场啦。而家嚟到咧个感觉都系舒服嘅，有少少似东门咯，但系东门就真系太嘈太嘈啦。但系佢呢度咧就比较静啲咯，咁所以我觉得可以话系一个高级嘅东门。即是高級的老街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來過，但是起碼這裡即是靜得來，但是又好有些便宜東西賣，有些便宜的東西吃啊，即是什麼價錢的東西都有。咦，有 LINE 喎，真的見到 LINE 了。其實最出名就是個 LINE Friends 那個咖啡咯。Out.